是啊，是是英雄，而且观念之下，我们也在做科技方面，人类的贤良与内世间的悲欢起伏离合，人类历史全面记录于雷霆万钧之势在先民面前，巨大球衣恐怖攻击啊！哦，爱因斯坦劝人家吃素呢，也受气了。21世纪盛行素食环保救地球诶，英国历史学家汤恩比早就说了，解决21世纪人类问题。啊，孔孟圣道，大圣佛法，孔孟圣道万国篇啊，孔孟圣道三宝心法，大家要赶快求道啊，得道得三宝心法，已经传80多个国家，可能将近90几100了。配合科技、网络、YouTube、影片、网站、网络电视台，传播真理大道。修道、古老化、半道、科学化、科技化，善利用手机，还有网络影、网站、影片网站呢，YouTube 网站，是申请账号就可以成立网络电视台，网络电视台呢，开始经营网络电视台，申请 YouTube 账号，然后就各个公庙、道场都可以成立网络电视台，有活动就可以上传，然后就有。可以经营网络电视台。没有制作影片也可以，观看影片筛选。加入自己的，建立自己的播放清单，建立播放清单呢、啊。